你好，我是上班的老婆，就是你老婆。今天1月24号是我们公司的尾牙，但因为我们公司尾牙呢，以往都是比较温馨一点，就是吃吃饭、喝喝酒，所以呢，我这次要打破惯例，要来唱几首歌，各位干爸干妈们塞小费给我。接下来会有个企划呢，因为毕竟就是要过年了嘛，那过年就是要干嘛，就是要刮刮乐，所以这次拿到的这个尾牙小费，我们就取一点点出来去刮刮乐，大家记得要去看那一集哦。在吃之前问一下燕哥，请你讲出三个你对李长婆的印象。个性像强强，还有呢，很活泼，声音蛮大的，声音蛮大的。李长婆身高几公分？169。屁，170。我喜欢69这个数字。不要瞎掰好吗？请问李长婆下午最爱跟大家一起订什么吃？豆花。谢谢各位。很软。好，那等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开唱了。我的丫头心，等我下下去。自我介绍，喝了，好不好？我看你随意啊。